者提问。陈同佳刑满出狱后表示愿赴台湾自首之后呢，民进党的当局处理此案的态度和说法前后不一，一变再变，充满了政治操作。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？谢谢。大家都已经注意到，香港特区政府已就此啊多次发表声明，并正在啊处理有关事件啊。民进党当局啊，不要再进行政治操作啊！谢谢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